4日晚，王菲、李亚鹏女儿李嫣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组照片。刚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她坐在车中悠闲自拍，化了一点点淡妆，一头橘发在阳光下非常亮眼，酷酷的顶着镜头，明艳动人，时髦有范儿。14岁的李嫣很会打扮呢，网友们也纷纷求小李老师出个调色教程。李嫣真的是成长得越发自信漂亮了。